所以佛陀跟阿难讲啊，害你的人才是你的善知识，没有那个坏国王，我怎么可以成佛呢？我就没有机会奉献啊，所以我才能够奉献，也才能够跟很多人，包括这些八万只虫结了很好的缘。接下来，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Yeah, yeah.